大家好，我是隋欣彤，很荣幸获得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华乐大赛2024专业少年组金奖。在这里，首先感谢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的各位评审对我的认可与肯定，更要感谢专业老师舒希老师对我的辛勤付出和家人对我的鼓励与支持。我会继续努力，不断前进，也期待我们中华传统音乐可以走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中华音律之美。二胡不仅是一件乐器，也是一个中华的传承，它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我是隋欣彤，来自中国深圳市。今天是2024年5月12日，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学会举办的世界华乐大赛，演奏乐器为二胡，组别专业少年组，演奏曲目为《江南春色》。